爸，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怎么回事啊？伟杰啊，我都想好了，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儿，去过平静的日子。到了国外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全力支持你。爸，我们现在生活很好啊，我也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？你看集团你经营这么久了，你就要放弃了吗？ 警方已经盯上我了，我必须先确保我们的安全。爸，你会不会想太多了？一直以来不也都没事吗？你听我的就对了，先避开这阵子风头再说。不，我不能跟你走，母亲不在，我哪里都不去。 母亲不会来了。什么叫做母亲不会来了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对他做了什么？你又做了什么？ 好了，废话不说了，跟不跟我走？您到底在说什么，爸？非要逼我说出来吗？爸，你不会真的相信眼睛叔说的吧？好，我就说出来。你们为了抓我，哦不，应该说是为了抓幽灵。 耍尽一切的手段。可惜啊，我跟幽灵之间的交易已经完成了，你们所有的计划都功亏一篑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